汤姆是一个整形外科医生。这下更是惹怒了大胡子，客户被赚得头昏眼花，全部吐在了车里。没问出办法的汤姆只能坐在车里干瞪眼。此时大胡子也追了上去，对着他们就是一通铁的碰撞。儿子见状，拿起自己的鱼枪射中了大胡子的腿。施拉因为肚子太大无法出去，他们就派来了直升机救援。可当美拉被救了上去后，他们已经到达了拥堵路段，无奈救援人员把绳子绑在车上。